超大红色牌楼被风吹到撑不住，碰一下整个垮掉。超大么字形一秒垮，摔下去还解体滚出去，网友吓坏，太恐怖了，幸好没砸到人。那个骑士真的只差几秒钟哎、欸。不会呀、啊！上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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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招牌突然掉下来，砸到电线还狂喷火。不会呀、啊！上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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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火光四射，差点烧起来，接着还停电，有够惨。监视器拍下货车被掀翻瞬间，超强暴风吹过来，连货车都扛不住，翻车倒下去，驾驶受困，赶快报警救人。路树倒啦，路树倒啦，那一台车好水小哦。大树连根拔起，很砸车，路边特斯拉直接毁了，有够倒霉。强风乱吹，马路上什么都有，连厕所都在漂移，一路滑行往前溜走。网友笑翻，这才是移动式厕所，这厕所流动率很高哦，他还知道不能闯红灯。暴风狂吹，垃圾桶随风漂移，来来回回在马路上跳恰恰，最后被强风一吹，强迫退场。天哪，怎么办？我搬不动哎！强风把洗衣机吹到位移，只剩下管线连着，差点整台都没了。冰箱也被吹到路中间，网友歪楼，冰箱在用行动跟台风表示，连我的移动速度都比你快啦。台风暴风圈袭击，强力风暴把牌楼吹垮，差点砸到人，真的是惊险，一瞬间。